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짜잔! 내가 돌아왔다. 我站前面啊，谁也别跟我抢。既然蜘蛛跑了，那 ADC 那位置可不安全了。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내가상대하지덤벼볼테냐결국목적지는我一寻思他们就得等一波然后过来进野区打덤벼보아라아군이다녔습니다操没晕住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行，打破定，那能好使吗？他戳我们，我们现在没啥办法。回家了，不打了。我说停停了，好吧，停停，亭亭玉立，先来个多兰剑。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冰象焰卡住了，卡不住，不可能卡住，最多我就漏几个兵，你没办法不回城，你只能回城。阿古尼汤也死了，这波野区不能打起来，这干哈呢？这晕，重锤，平雷。平 A 跳锤锤锤重锤切平 A 跳下来锤晕锤重锤四百五剑圣好勾炮车兵回家这小兵我认你哥哎，这波要能回家，这剑姬我们就能无限单杀。没回家有点难受，有点拉胯。改个屁股后头的弱点。跳水等别过来跳上来锤重锤锤锤翼锤我操这怎么晕着我的这个晕不应该晕着啊这个晕
哎，我的人都已经往右边走了都，我的人都已经在他那个 W 范围的右边了，怎么还会被晕呢？这能没走开？谁到了？这怎么能没走开呢？一会儿我们回放看一眼，他都压根儿就不可能。我找点意，别在那放屁了，行不行？别在那放屁了，那剑姬什么时候打不了？你知道啊？再在那放屁，找点意，就你他妈会说找点意。这还打啥呀？这就跑就得了。四秒。算了，这波先不打了。想的挺好，就是他也不知道这波能晕到我，我也没想到能晕到我。破败了就好打。行，现在就好打了，即使他晕到我也没有用，他也打不过我了，我们已经无敌了，我只能用无敌两个字来形容我们现在。攻击准备完了，先去查个眼，看看剑圣来没来啊。剑圣搁那儿呢，锤锤叫上来，重锤开一锤锤，谁来了？剑圣敢来啊。
剑圣来还真就没用。哎呀！他如果这波干再敢过来戳我们啊，其实是可以杀的。直接推了吧，高地，不是高地呀，一血塔。他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看见没？剑圣搁这干哈呢？这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不给他拆没喽？我们有峡谷先锋，这不给他拆没喽？看来不行啊，蜘蛛走了，我们撤，无敌了。呀，塞拉斯，那得瞅走一瞅。我差37块钱，等一等吧，算了，慢点回家，快点回家也买不起。我来打小龙了，兄弟们，我已经无敌初三了，两件套。这波只要我们不被秒，游戏就结束。好，机器人死，剑圣来了。剑圣是怎么走的？谁能跟我讲述一下？剑圣是交闪现了吗？还是怎么回事？嗯？剑圣交闪现了是吧？姐姐，那个破了哪吧？他不交易，我们不上。哎呦我天哪！啊，剑圣来了，哪个腿儿的？给了剑圣1000块，薛微有点难受。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这剑姬是疯了是吗？这怎么还不回家呢？晕！没找到。공격준비완료아군이당했습니다
트리플 킥. 내가 상대하지.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 내가 돌아왔다.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와, 완벽한 일. 저도 이 하고 있습니다. 人 有点多，不过还好我们没被下当，300块钱嘛，给了一个塞拉斯。塞拉斯也无敌了，塞拉斯还好吧，他们家阵容其实不好，我们家阵容其实也不好，但是比对面好一点，而且我们起飞了，这波中路怪来人，你连他你都打不过呀，啊，先杀机器人，一打吧，这波我们无敌，把中路塔推了，然后我们峡谷先锋打小龙，小龙团，你还真就打不掉啊，卢仙没大了，来小龙，怎么不来小龙，你抓着剑尖干什么玩儿了呢，有龙不拿抓个破剑尖，你说100块钱有这么难打吗？那阿卡丽为什么没有烟儿啊？好节奏，这怎么能是好节奏呢？阿卡丽有烟儿，蜘蛛有翼，我有翼，
那剑圣上哪打他也打不死人，他也没法收割呀，谁知道怎么收割的呀？阿卡丽R过去以后没有烟儿，不知道怎么玩的。你现在剑圣杀他不随便杀吗？好勾，一千，我操！大龙，我们大龙可以。打呀！那有卡莎还不打大龙？这不随便打吗？这龙？出个蟹手，蟹手出完直接春哥。我也不要聚酒了，剑圣要来收割了。我告诉你们，我们家打对面不是一般的好打，那剑圣想杀谁都没有用。那剑圣杀蜘蛛，蜘蛛有飞，而且这俩都是 AP 英雄。能不能打着他？打着他他就死，拿下。那这个破剑圣拿个屁收割他？小龙可以。来小龙，来小龙，把小龙打了。这么杀。现在我们啊就是一个愣头青，我见着人我就直接就跳，我见着人我就干，给我杀来，我看谁敢上来。就你叫剑圣啊，我听说你要收割，你给我收一个我看看。都得给我跑，我看谁敢回头。我们一现在一上去，对面全得跑。武器大师就是爹。我叫武器大爹。내가상대하지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怎么的呢？这我听说你想收割呀？啊，一波。
三个人想杀我，我去！